肉排、爆辣菠萝串串了啊！欢迎品尝组，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！哎呀，肉肉，你卖爆辣菠萝串串呢？要东哥呀，来点菠萝串串。这看起来还不错啊。那当然了，这方圆十里啊，谁不知道我肉肉家的菠萝串串十里飘香？好，给我拿十串。好嘞。感觉味道不错，但是看着有点辣呀。哎呦我的大东哥，都说了是爆辣爆辣，你慢点吃。好嘞。喂，好汉，二狗，你们两个过来看会摊，我太困了，回家睡一会儿。好。大东哥呀，这要是不够你就自己拿啊，到时候按天的算就行了，我先回家了。吃了这么多，这得多少钱？不行。老板，老板。哦。大哥，你吃完了？哎呀，我饭量不行，就吃了三串。这就是三串，那就给三块吧。行，给。走了。走了。吃了多少呀？三串啊。啥？这都没有了，吃了三串。那他有没有带走什么呀？对呀，他就吃了三串，走的时候还说天气热，手里还拿着个扇子。这个大豆竟然把我的签子拿走了。啊，你们两个傻呀，他是把签子变成扇子了。哦，那咋办啊？明天我全部换成筷子，看他怎么吃。第二，这大东哥又来了呀。给我来十串。好嘞。不是，你这怎么都成了筷子弄的呀？对呀，继续编呀，编。我不吃了，不吃了。来，菠萝串串啊，等菠萝过不要错过。欢迎关注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我是真的喜欢你。不是，不要听他胡说，我才是最喜欢你的。我喜欢，我大大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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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。你看。行了，你们都别争了。既然我是驾校教练，我就这样决定，你们两个谁开车开得好，我就让肉肉选谁。我先来。肉肉，我说好汉，你先看一下后面有没有人。报告岳父大人，我不光看了后面，我还看了四周，都没有人。我就纳闷了，你就不会看后视镜吗？哦，知道了。哎，还真有人。谁呀？就是玉树临风的你女婿我呀。二狗，你来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开车了。没事，你放心开，我这有副刹车。我开车的时候你不要踩副刹车，这样会破坏汽车的直行状态，汽车会不稳定。民运车的起步是前驱动起步，要确保右脚的力度，这样才能有更好的抓地力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哼。哎，十年前我是一名赛车手。哎呀，你尝试过3秒破百的感觉吗？哎呀，终于有机会能体验一把非一般的感觉了。坐稳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是我，是我。你们两个太可怕了，我谁都不要。观众朋友们，你们来帮肉肉选吧，选我扣一，好汉扣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只要你用气球吃到雪糕，我这奥特曼战服就是你的了，还不来挑战吗？我说同学，你放学不写作业啊？你干啥呢？你别打扰我，我在想到底该怎么吃。你玩不玩？不玩赶紧走。玩就玩。150。啊，这么贵？我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奥特曼战服。好吧，给你钱。你已经浪费太多机会了，挑战失败。你这根本就不可能，你这分明就是骗人的钱，这是套路。同学呀，你还是好好上学去吧。啊，你欺人太甚，哼。好汉，这马上上课了，你干嘛呢？二狗，肉肉，我被一个烫头的老板给骗了。这怎么回事？
还让我用气球吃雪糕，这根本就不可能嘛。走，我们找他去。走。哼，胖秃的老板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们班的学霸，这是我们班的手工小王子，他俩可厉害了。你就是叫你们校长来，我这奥特曼战服你也不一定拿得走。话呀，别说的太满，用气球吃雪糕是不是？对啊。哦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，这件奥特曼战服你拿走吧。啊，你好厉害，这衣服我们两个人就玩去了。哇，好厉害呀、啊、谢谢啊。欢迎关注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气球手机壳啊，一元一位了啊，来，手机贴满了啊，瞧一瞧看一看了啊。卢老板，你给我来个气球手机壳。干什么玩意儿你？你不是说气球手机壳吗？给我做一个呗。嘿，你看不见吗？仅限老人，你是老人吗？哦，快、啊、快回家去，回家去把你爷爷带过来。来来来，手机贴满了啊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哎呀，来来来哦，一块钱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不骗老人，不骗小孩了，童叟无欺。小伙子，给我做一个气球手机壳。我说这位大哥，你看起来不像老人呀。既然我这么低调，你们不相信，那我不装了，我摊牌了。给，怎么不像吗？要不要我背一下身份证号啊？老杨啊，你这也太厉害了！来，给我一块钱，我给你做。哇！哎，好了，大爷。哎。来小伙子们，大爷，您这是这做手机壳呀？一元一位，你又没说多少个手机，这都要被你套路。哎，终于做完了，我手都麻了。哎呀，小伙子们，不错啊。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来，蒙眼猜物游戏啊，猜对三个奖励1000元了啊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。哎，小姑娘，小老妹儿啊，玩一局啊，来吧呗。玩啥呀？什么小游戏？蒙眼猜游戏装备，猜中三个给你1000元。那要是猜不中呢？猜不中就给我们10块钱参与费。行，我玩一次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嗯，来，你先摸一下这个。哼，这不是 M416 吗？哟，还不错。来，再摸摸这个。哼，这个是 M762。我就不相信第三个你也能猜出来。嗯。摸吧，这手感难道是98K？ 不对，再猜。不行，我实在猜不出来。胡萝卜摆的98K。 老板，你能不能把这把枪送给我呀？没问题，感谢三位老板。这傻妞开这个1000元都不要了。哎呀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呀。是啊，日理万里啊。欢迎关注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
这地方怎么这么穷啊？以后再也不住这儿了。哦，哎 ，M24，这把稳了。哦。这什么鬼地方呀？要什么没什么。信号枪。AKM 到手了，哈哈，信号枪！啊，叔叔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什么枪都没有啊！二狗呀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信号枪！哇，叔叔，现在我认你当大哥，咱们一起舔空投吧！起来，走，我们去找大东和好汉。等信号枪的 AWM 落下，他们可就惨了。大东老师，好汉，你们出来吧。肉肉肯定在耍心思，我得观察观察。这肉肉怎么回事？这么大胆，他肯定有埋伏。信号枪，怪不得这肉肉这么大胆，咱们可不能上当。走，二狗，填空投。你们可要小心了啊！我们的空投来了，哈、啊，你们可要藏好了。怎么是个手枪呀？这个我有点懵。这空投里怎么可能只有一个手枪呢？哎呀，这不对呀！赢了！空投里一个手枪，肉肉你也太惨了吧！这一周的教师卫生就归你了哟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